地点了，然后现在这里看到，哎呀，刚才那里有太多人了，然后我们也没有打算，所以来到这另外一个地方，看到有好像有足球明星在这边。OK， 这地点还算不错。OK， 我们来这里看图书馆，然后也看到了，不错的一个地点哈。OK， Coes， C O E S， 所以我们来这里。然后呢，最主要就是不知道今天是什么事情哈，他们好像有什么球赛之类的。等一下还会拿我手机。然后呢，这里就是有一个很出名的图书馆，我们是来这边看图书馆的，是不是？听得到声音吗？可爱的小朋友，那个小朋友。OK， 好了，不去买名牌了。反正我也不是很喜欢名牌的。OK， 好，来这里刚好。哦，这里很出奇的，我告诉你，不准。这里很出奇的，不准。我把耳机插上去了哈，现在声音就比较清楚了。好了，我们去逛书店呐、啊，才符合的我。名牌店不是我的 base。导游介绍的，导游说这间书店真的超级棒，什么书都可以找得到。星光好像是叫星光书店之类这样子的。你们上网查查看啊。要到了吧？哦，要到了，就在前面。啊、哦，超美的书店，不知道进去里面可以拍摄吗？可以拍的话，拍给你们看。最好不要像那个迪欧这样，要拿牌子，要等号码才可以进去的。哎。
很大很漂亮的书店，我把画面返回来给你们看，笑笑哈。就是这一间书店了。 OK， 我们沾一沾书香哈。然后我自己本身鼓励大家看书，包括不管是谁哪个年龄层哈，其实你们都要看书，真的看书能够提升我们的品味，还有就是能够让我们沉定下来。 OK， 我把镜头切换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哈。这就是导游介绍的哈，好棒的书店，你看它上面哈，全部都是装满的书，装满的书，可以拍照吗？进去里面，不管它了，等他叫我不可以拍照的时候我才停哈。来吧，我们还没有去到最高的那个地方哈，给大家看一下啊，是不是很想读书的感觉？都是 catcher 啊，漂亮吗？这里是比逛名牌店更爽，全部看书，突然觉得自己很有品味了吧。也是很多人喜欢在这里拍照哈，找一些英文书吧，这些韩文字我也看不懂。啊，他就这个样子到上面去，那我不知道怎样可以拿到那边的书哈。好大好特别的一个地方。这里应该是有签书会还是什么之类这样子的哈，签名会。环境分享给你们看一下，然后等一下我就要看看书本了。啊，这里有不错的 Starbucks， 等一下也去喝一杯咖啡。我告诉你，来到韩国哈，看到很多咖啡厅，很不错的咖啡厅我都有在那边，就是喝喝咖啡一下。然后他做了一个很美的设计，漂亮吧？是什么来的？这一个东西，我们看仔细一点。这样你不可以动。特别哦，它会一直在转动。星光叫 Starfield， 这一个书店叫 Starfield， 星光吧。Starfield 应该是叫做星光。然后你会看到很多人就坐着看看书，不管哪一个年龄层其实都很好，都应该这样子哈。我们应该有这样看书的一个文化。你看这年有年纪的然后也是这样坐着看书，很好的文化，很好的文化哈，看书的文化。然后大家就在这边看书，小朋友要养成看书的习惯，所以都很好。哇，看到这些书就很开心哈，只是很奇怪哈，怎么拿到上面的书本？应该拿不到了，就纯粹做点缀吧。当然它有很多图书馆现在都有备这个电脑给大家看，找资料之类这样子的。不知道有没有风水书籍耶？等一下我找看一下哈。我喜欢收集一些风水的书籍，还有一些可能就是这个我喜欢 architecture 的书本因为我喜欢看建筑。OK， 所以就分享给你们看了。好啦，我要去看书啦，就这样子啦。应该它的特别上面我就不上去啦，不放上去直播给你们看咯，应该还有一些特色的东西了，但没有上去了，我就在这里咯，下线咯，拜拜。